致亲爱的你，亲爱的你好，请原谅我的唐突，在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下，就这样贸然地写了一封情书给你。当你听见这封情书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就这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，因为接下来我有很多话想说给你听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来自哪里，有过什么经历，但我知道我们从未陌生过，每个人的所见所欲都早有安排。就像此时此刻我眼神交汇的刹那，便注定了今生你我的缘分。不知此时你是被幸福围绕着，还是被孤单环伺？是在期待一场邂逅，还是在等待一次相守？一直以来，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，在人潮拥挤中，在烈日寒冬里，在每一次跌入谷底，在每一次重回高峰。陪伴是心灵的触碰，就好像现在我不用问候一声，也能知道此时此刻你一定会回应我的呼唤。你在电视机前，而我在荧幕之后。我能想到的能带给你爱与力量的最直接的方式，就是向你倾诉我满腔的钟情。在这寒冷的冬夜里，我愿陪伴在你身边，带给你温暖，就像当初你在我身边不离不弃一般。一千个人心中或许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我希望在你的眼中也能看见一个特别的我。昨天越来越多，而明天却越来越少，但幸好有你在我的身边。我想对你说谢谢，亲爱的你，让我在拾荒的旅途中找回自己。谢谢，亲爱的你，让我在疲惫不堪的时候能够放松自己。谢谢，亲爱的你，在无边的黑暗中为我点亮前行的路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上苍赐予我的最宝贵的恩宠。今夜我只想告诉你，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与你相逢，对于我来说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好运气。在今后的岁月里，只要能常伴你左右，就不枉我在遇见你之前的那一路奔袭。谢谢，亲爱的你，不离不弃的陪伴在我身边，你辛苦了。从现在起，换我来守护你。我是胡歌，感恩有你。